啊，这个。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早晨。我哋今日嘅崇拜开始，请大家先将你嘅手机关闭，或者静音。我哋先欢迎大家今日参加今日嘅主日崇拜。今日系基督君王主日，喺 Zoom 上边嘅兄弟姊妹咧，你哋记得你哋个房间必须要安静吓，并且咧就喺嗰个宣召嘅时候先打开你嗰个麦克风，其余嘅时间咧就静音，特别系喺唱诗嘅时候啊。我哋好感谢今日喺圣坛献鲜花嘅弟兄姊妹，有明环同埋何玲，明环弟兄、何玲姊妹、陈海璇姊妹、黄恩成琼姊妹，希望大家继续为这件事工奉献，并且将你们的奉献放入特殊的那个标签的捐封，写上你的中英文姓名，一定要注明是写明献花的日期，如果你们的献花日期不写呢，就由教会安排那个日期。崇拜之后呢，欢迎大家留步和中英文堂的兄弟姊妹享受茶点，交谊团契下彼此分享。请弟兄姊妹报名参加清洁的工作，报名表在后面的交谊厅上的台上面。中文堂的成人主日学在上午10:45到12:00，地点在副堂。如果未能够现场参加的呢，就请使用郭牧师寄出来的那个 Zoom 那个连线去参加。我们将于明天11月27日晚上8:00在 Zoom 上面举行教会和会，是由新任的教区长新希 Kim 将亲自的主持。欢迎所有的兄弟姊妹参加，一同来关心会务，慶祝我們的事工。請用郭牧師付出來的電郵中的連線來參加。我們呢將會在聖誕節裡面呢，我們會買26盆聖誕花佈置教會，歡迎弟兄姊妹認購和來到慶祝主耶穌聖誕，並且紀念親友，每一盆是15元。请将你的奉献放入圣坛鲜花专用的捐封，并且注明是圣诞花的盘数，12月17日就截止了。如果你愿意成为圣诞天使，负责认购一位贫穷贫苦的长者的圣诞礼物，帮助他们有一个温馨的圣诞节，如果你願意的話，就請同以安姊妹聯絡，了解一下詳情，將願上帝祝福你的愛心。我們下面是禱告的事項，為教會中獨居的長者，包括在安老院的國權兄弟以及Kenneth 的兄弟代禱，為身體欠安的兄弟姊妹得到上帝的醫治，早日康復。我們有永心弟兄、紅紅姊妹、伊華姊妹、桂卿姊妹、Alice 同佢個仔 Raymond， 同埋明環兄即係譚明譚弟兄，為身邊困苦悲傷嘅人代禱。為到今年咧，我哋嘅雨季得到好豐沛嘅甘霖，加州嘅缺水嘅現象得到舒緩，来到祈祷代祷下，为世界和平代祷，特别是以哈之战和俄乌之战，他们早日停战，纪念在战火中失去亲人的人们，求主安慰赐力量和盼望，亦都是为各地反犹
猶太或者是反巴勒斯坦的仇恨攻擊禱告，求主幫助我們能夠懂得用愛去終止仇恨和傷害。謝謝 Samuel， 我在這裡再提醒大家，明天有個重要的事情是什麼？教会和会哈啊，是在网路上，所以呢都不需要出门，很方便。所以大家要记得啊，这个电邮里面有那个连线哈。明天几点？八点哈，早早就吃了饭了哈，准备好8点，那一起来啊，上网来参加这个会呢。第一个真的是来欢迎我们的新主教。这个新主教呢是新上任的，所以他会很需要大家的支持，他很希望知道有谁在我们教会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是在展示我们教会呢，这个大家都很支持教会的事工，这对让我们的教区长就会觉得，哎，这个教会有活力哈，所以大家都一定要尽量的来参加。如果你想参加，但是你的手机还没有 Zoom 这个软体的话，麻烦你就是晚一点留下来，我们可以想办法帮你安装哈，谢谢。现在是此礼恩重。現在是宣召，請大家起立。來啊，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地的深處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屬他，海洋屬他，山的高峰也屬他。来啊，我们要屈膝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大家一起，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现在是诗歌，请大家坐，请坐下。现在是诗歌颂赞。各位早晨，早晨，弟兄姐妹早晨，好高兴今日我哋一齐敬拜赞美主。很高兴今天我们一起敬拜赞美主。特别感谢两位姊妹今日代我喺呢度唱歌。特别感谢那个 Vicky， 并他有身体不舒服，也在服侍主。今天呢天气现在开始转冷了，今天天气转冷了，但是我们湾区的天气都是很温和，但是湾区的天气也很温和。我来了这里都很多年，30多年，我特别很喜欢这里的天气。 Vicky 来到这里30多年了，都很喜欢这里的天气。因为呢我们有大概90%的时间都见到灿烂的阳光。因为我们有90%都看到阳光。上帝的爱呢很多时被誉为云上太阳。上帝的爱很多时候被形容为云上太阳。因为它是无穷尽无止境。因为它是无穷无尽，好像太阳的光辉，好像照到每一个云层每一处，就像太阳的光辉能照到每一个地方。
这个是强调了上帝的爱是的包容无处不在，这是比喻上帝的爱包容无处不在。我们一起来唱云上太阳，一起唱云上太阳。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上雨洒在脸上。云上太阳，它总不会改变啊，它不改变。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少雨洒在脸上。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改变，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岁月少，雨洒在脸上。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啊，它不改变。为你我而预备。诗篇第119篇105节咁样讲。诗篇119九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上帝的话为我们带来智慧真理，上帝的话带给我们智慧和真理。求上帝每日都帮助我们在黑暗中找到正确的方向，求上帝每天帮助我们在黑暗中找到正确的方向。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当我心惧怕，迷失了方向，主你仍在我的身旁。如今我心坚定，你同在一线里，恳求你永远常同在。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我永不忘记在黑暗中徘徊，主你大爱来寻找我。耶稣引领我跟随你的脚踪，主我要爱你到永远。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
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是我路上的光，是我路上的光。上帝除了是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上帝是我们 路上的灯，是我们脚前的光。我们平时除了要多读多听上帝的话语，我们更加要多祷告。平常我们除了多读多听上帝的话语，我们也要多祷告。因为他一定会带领我们行前面的路。因为他一定会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就好似暑假之前喺五月嘅时候，就像暑假的之前，在五月的时候，我仔 Vincent 咧会开始大学第三年。Vicky 的儿子，他要上大学三年级，咁佢又要揾地方住啦，因为第三年咧佢就再冇嗰个优先权可以住喺学校里边。他要租房子住，因为他没有已经到了那个优先期。咁咧，我哋就谂住去完旅行之后翻嚟有大把时间，有两个月时间啊嘛。他们一家想在去旅行以后有很多时间去找房子租。点不知嗰个地方咧 ，Santa Cruz 个租屋嘅情况系好紧张嘅。想不到那他进他附近学校附近的地方很难租房子。佢不单止系租金系美国所有嘅城市系最贵嘅地方。不单止他的租金是美国最贵的地方，而且选择又少，而且选择很小，因为那里的大学生都很紧张，因为那里因为那里有很多大学生要租房子。那我们看了很多地方， Vicky 一家找了很多地方，日子一日一日这样过去都没找到，就是很紧张。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他们很紧张。我们看了很多地方，也都好被很多地方拒绝我们。他们找了很多地方，但是很多人都拒绝了他们。也都有很多是骗人的。什么？听不到。有很多其实是骗人的。因为我上网看得多嘛，很多都骗我拿了一些收足費，跟住唔俾翻我，跟住就冇揾唔到佢啦。因為上網，他們交了那個手續費，但是也以後就找不到那個人啦。咁我就冇辦法啦，每日都係禱告。他們沒有辦法，每天都跟神禱告。每日都係咁樣講禱告。咁啦，突然之間有一日喺 Facebook 上面咧，我有一個家長群組，就係呢個大學嘅家長群組。每天他们都继续祷告，突然有一天在他们的家长的那个群里，咁咧有位太太话俾我知，某某太太佢个仔而家揾紧室友，你快啲去联络佢啦。他们群组的有一个家长告诉他们，有一个家长需要为他儿子找那个室友，叫我即刻联络佢。叫他跟那个家长说一起合租。咁个当天晚上我哋即刻就揾到佢啦，系真嘅今次。当天晚上他们就联系到他了。然后就揾到呢个地方。然后就租到那个地方。呢一间房咧系我哋睇到咁多间最近学校嘅一间。这一间合租的房子是他们找这么久的最近学校附近的地方。咁佢只需要坐一程巴士20分钟，一条直路佢就去到学校啦。他只需要坐一个站的巴士，一条直路就到了。我哋仲可以要求乜嘢咧？
我们还能求什么呢？上帝真的会听我的祷告。上帝真的是听祷告的主。阿门。阿门。我用祷告来到主面前，我要专心寻求你，放弃自尊骄傲的心，全心来归向你。当我祷告时候，我恳切祈求你，你手所做的敲我说心所求。当我祷告时候，你伸手来医治，安慰又扶持，是用笑变成欢喜。伤怨人的时候，我要完全依靠你。当你慈悲伸手来扶持，引导带领不言辞。当我祷告时候，我恳切祈求你，你手所做的超过我心所求。当我祷告时候，你赐力量勇气拯救万民，使万国都归向你。当我祷告时候，你赐力量勇气拯救万民，使万国都归向你。 Amen. Amen. 请大家再朝我的重心祈祷。慈悲仁爱的圣天父上帝，在这个感恩的时刻，数算你在这一年里面，你赐给我们数不尽的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为此一一的献上感谢。因着你的教导，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彼此关怀，彼此帮助，互相建立，使蒙恩得救的人越来越多。为着弟兄姊妹得着从你而来的爱，慷慨捐赠各项活动的需求，有宽面小学的建立，圣诞为贫苦长者圣诞礼物，我们等等，帮助他们有一个温馨的圣诞节。这些爱心的付出献上感恩，为到谭弟兄的牙齿得到彻底的治疗向你献上感谢。真的是我们细数主你的恩典，就叫我们立刻就会赞美你。同时我们又纪念到教会中独居的长者，求主时刻与他们同在。你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姊妹，好像伊凡姊妹、夏莲娜姊妹、永心弟兄、红红姊妹、桂兴姊妹、 Alice 的和他的儿子 Raymond 得到上帝你早日的医治，得到他们早日康复，并且为到身边困苦悲伤的人，我们为到世界和平，特别在战争的国家和地区早日停战，我们一一献上祷告。求天父你施恩，让他们用爱去包容和去解决一切的纷争。神啊，一切都有你美好的旨意在其中，求你按你的旨意而行，我们都应该信靠信服。我们不完全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请大家同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以下是读经啊，由黄红梅姊妹为我们读出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25篇31至46节。这边，喂喂 ，OK OK， 好的好。那个，哦，马太福音25篇31至46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哦，可以，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把羊的分给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裸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在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是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读经，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话语，感谢上帝。谢谢。谢谢红梅姐妹哈，来服侍读经。啊，有一个主教哈，这是在16世纪英国圣公会的一个主教，叫做 Hugh Latimer。在16世纪英国圣公会的有一位主教，他叫做拉田莫。那在一个主日的崇拜里面，
在一个主日的崇拜中，哇，他有一个大意外，他有一个大意外，因为他看到当时候的国王亨利八世就坐在这个会众当中，因为他看到当时的国王亨利八世呢坐在会众的座位上。那亨利八世呢，他最出名的这个事迹大概是他推动英格兰的宗教改革。亨利八世呢，他最出名的事迹呢就是他推动英格兰的宗教改革，他就让英国的教会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他让英国的教会脱离了天主教的罗马天主教的教会，又成立自己的英国国教，成立了英国的国教。那这个改革的背后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他有了婚外情，他想要离婚。这个改革其中的主要原因呢，是他有了婚外情，他想离婚。天主教是这样的，要离婚呢是要那个牧师或者是主教来说，哦，好，那你之前这个婚姻是没有效力的，他们不叫离婚，他是说这个婚姻没有效力，这样子他才能够重新结婚。天主教呢就是要那些他们教会里面的主教呢就要讲明他这段婚姻呢就是脱离了没效了，那才是当是离婚。那所以这个教廷呢，罗马天主教的教廷就不同意他去解消这个说他这个婚姻是无效的。这个天主教的教廷呢就是不同意他这样做的。这个教廷很为难，因为他的这个太太是西班牙的公主来的，是背后是有很强大的这个力量，所以这个教廷也不能够这样做。因为教廷呢也都很难做，因为这个他的太太呢就是西班牙的一个公主，他的背景是很雄厚的。那所以这个亨利八世就强推，就让这个国会推动一个法案。咁亨利八世呢就是要将一个你佢个改变呢就是成立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叫做至尊法案。这个法案是叫至尊法案。这个法案是说，现在开始英国国王呢是英国教会唯一最高的权威。他就是说呢，英国的国教呢就是最高的权威，是国王，不是罗马天主教的教宗，是国王，不是罗马的教宗。所以呢，他现在就不用再受罗马天主教的这个控制了。他就是不想受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控制了。他就是这样子哈，就可以爱离就离了哈。他就是想爱边个就边个了。后来他真的就娶了三个老婆，总共四个老婆哈。后来他就娶了四个老婆了。好了，那这个主教哈 ，Latimer 这个主教呢，就看到哦。这个最高权威坐在这个会众当中了。那个主教呢就觉得见到这个亨利八世都坐在群众的座位上，他知道呢，我今天要讲的道理呢，这个国王肯定是不爱听的。他觉得呢，他今天想讲的主题呢，是这个亨利八世是不喜欢听的。他想了一下，他就对自己说。他想了想呢，他就对自己讲了。不过他这个心里的话是大声讲出来的哈，但是他将心里的话呢就大声咁讲出嚟。他就说 ：Latimer， 今天讲话要很小心。他就话 ：Latimer， 你今日讲嘢咧就要小心啲啦。因为今天亨利国王在这里。因为今日咧亨利国王喺呢度。他又停了一下。他又停咗一阵。又大声的在讲。又再大声咁讲 ，Latimer， 你今天讲话要很小心。佢话Latimer， 今日你讲嘢咧一定要小心啦，因为今天万王之王在这里，因为今日咧万王之王喺呢度。万王之王是谁呢？万王之王系边个咧？是啦，就是主耶稣。系啦，就系主耶稣。主耶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主耶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这个主教知道，他讲话，他重要的是耶稣是喜欢的。主教知道他今天讲的说话是耶稣所喜欢的。讨人的喜欢，讨国王的喜欢，不是他的工作。
讨国王喜欢，讨人喜欢，不是他的功课。所以今天呢，万王之王也在我们当中哦。今天呢，万王之王也都在我们当中。耶稣曾经应许我们，耶稣曾经应许我们，只要有两三个名，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当中。只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在这里，我就在他们当中了。是啊，我们来转头看一下，我们是有超过两三个人。我们转头看看我们教会现在有多少人在这里呢？所以我们深信哈，我们的万王之王，我们的主耶稣，这个时候就是与我们同在了。我们要深信万王之王现在与我们一起同在。所以这个提醒我们，今天是什么主日？大家记得吗？报告的时候有讲。今天是什么主日？大家记不记得啊？报告的时候有讲。今天这个主日叫做基督是主啊，基督是王的这个主日。今天的主日是叫做基督是王的主日。这是在提醒我们，耶稣他要做王统治这个世界，是讲给我们听耶稣要做王统治这个世界。所以他不仅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他不仅现在是与我们同在，他要为我们带来 surprise，他要带来给我们有惊喜。哦，阿英已经翻译了，把 surprise 翻译成惊喜。surprise 就是惊喜。阿英最近英文进步很多。没有很努力学英文，感谢主。好，那其实 surprise 这个字，它的原意是指意想不到的事情。surprise 这个字呢，是指意想不到的事，令人感到诧异的事情，令人感到诧异的事。所以这样呢，其实不只就是好事了，也有可能是不好的事。这样不一定 是好事，也都有坏事。好事就叫惊喜，好事就是叫惊喜，不好的意外叫什么？不好的是叫什么呢？我其实一直找都找不到一个对称的。意外也可能是好的啊，来，通常讲意外有比较有不好的这个意涵哈，就发生意外这样。好了，我们今天就说是意外好了。不好的就是当意外，意外。呀，所以其实不是所有人喜欢所谓的意外啊，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哈。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有意外，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前几天我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前幾天牧師聽到一個真實的故事，有人叫了 Uber 要去機場，有人叫了 Uber 去機場啊，半路呢他就有事要問這個司機，拍了他的肩膀。半路他有啲事想問個司機，就拍咗司機嘅膊頭。這個司機嚇得真的快要跳起來啊！嗰個司機嚇到差啲要跳起嚟啦！啊，這個人就說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咁嗰個乘客就話：哎呀，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這司機就說：啊，沒關係啦。嗰個司機就話：冇關係。我只是沒有想到有人拍我肩膀。我淨係諗唔到有人會拍我嘅膊頭。因為我加入 Uber 之前，我是開零車的。佢話：因為佢開 Uber 之前，佢係開零車嘅。啊，這個，如果你開零車有人拍你肩膀，你肯定要跳起來啦。因為如果你開零車咧，突然之間有人拍你膊頭，你係好驚嘅。啊，所以如果你是他，你不喜歡這樣的意外，對不對？啊，如果你係嗰個司機，你係唔中意有呢啲意外。大概三十年前的一個夏天，大約係三十年前嘅夏天，我收到一封卡片。我牧師收到一個卡片，上面只寫一句話，上面淨係寫咗一句話：上帝要大大使用你，上帝要大大咁樣使用你。底下的署名是一個我不認識的名字，以下嘅署名咧係阿牧師唔認識嘅人。對我來講，這是個意外。對阿牧師嚟講咧，呢個係一個意外。兄弟姐妹，如果你是我，你會喜歡這個意外的信息嗎？弟兄姊妹，如果是你，你会不会喜欢这个意外的信息呢？啊，神好像对你有一个计划哈。啊，神可能会对你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通过别人来告诉你哈。这个计划是通过别人告诉你。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喜不喜欢，我不记得了。牧师不记得当时他喜不喜欢。
不过后来我就去念神学院了。后来牧师就去了念神学院了。所以今天在这个经文里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也会有一个意外给上帝的信徒，给上帝的这个圣徒，有一个意外给上帝的圣徒。那个时间会到，就是这个，当你读圣经说时候会到，时候将到，那个就是指啊末日了，哈，世界的末日。他说时候将到，那个时候就是指末日了。那这个末日呢，会有这个啊最后的审判。末日呢，就是有最后的审判。那因为我们在讲末日，那我们现在已经接近这个年底了嘛，哈。因为是讲末日，现在就将近接近年底了。今天呢、啊，今天是我们教会年历的最后一个主日了。今日呢是教会的年历的最后一个主日，所以我们的经课的安排就是今天要讲到末日了，哈。所以安排了讲到呢就是讲末日了。下个星期就我们要进入这个代降节期了。下个星期就是要开始代降临节期。降临节了。要等这个等候耶稣啊降，我们纪念耶稣的圣诞，我们也等待他的降临，他要第二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纪念耶稣的圣诞，又要纪念耶稣将要来临了。所以今天的经课就是要提醒我们，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有大审判。今天的经文就讲俾我哋听，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会有审判啦。啊，那个耶稣再来，他要做王。耶稣再来咧，系佢要系要作王。他坐在宝座上，佢坐在宝座上。但他同时也是像一个牧羊人，佢同时又系一个牧羊人。他要将世上的人呢来做区别。他要将世人来一个区别、啊、不是只有区别他的 选民、啊、世上所有的人、啊、世上所有的人他都要 选择，他会区别所有人成为、啊、绵羊跟山羊。他要区别是绵羊和山羊，这个绵羊就要在他的右边，山羊在他的左边。绵羊坐在他的左、右边，山羊在左边。那耶稣呢，这个王呢会对右边的绵羊说，耶稣王呢他要对右边的绵羊说，你们是蒙我父祝福的。你是蒙我祝福的、啊、那个从创世以来就预备好的国就要赐给你们，在创世纪预备的国就要赐给你们。为什么你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国呢？为什么你们会得到这个国呢？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因为我饿了，你们会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我渴了，你们会给我饮；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赤身露体，你们会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病了，你们会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我在监狱里面，你们会来看我。哇，这些绵羊、啊、听了非常的意外、啊、意外。那些绵羊听了很意外、啊、是惊喜、啊、是惊喜。他就说，哎，我们什么时候曾经对你这样做呢？他们说，哎呀，我什么时候会对你这样做啊？我就说，如果是你在我面前，我一定这样做，可是我没有看到你在我面前。如果你在我面前，我是会这样做，但我从来没见过你啊。所以耶稣就回答他们了。所以耶稣就回答他们了。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这些事情，你们既然坐在我这个最小的弟兄当中，这些事情你既做在我最小的弟兄之中，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因为你们做的这些事情，因为你们做了这些事情，你们要往永生里面去，你们要往永生那里去，就说你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就是说你们会得到永生的生命。然后这个王会对左边的山羊说，然后王会对左边的山羊说，你们都没有做这些，你们都没有做这些事情、啊、这群人就说，没有啊，没有看到你啊，如果是你我一定会做啊。那群人就说，哎呀，我看不到你，如果看到你我一定会这样做。
那耶稣同样回答，因为你们没有将这些事做在这个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耶稣又是这样说了，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将这些事情做在弟兄姊妹中最小的那个，所以你们要遭受处罚了，所以你们要遭到惩罚，那个处罚就是永远的焚烧的火。这个处罚就是 永远的焚烧的火。哇，兄弟姐妹，这个恩典跟咒诅的差别是不是非常的大？弟兄姊妹，这个诅咒和恩典是不是特别的大，区分很大呢？所以呢，这个万王之王的宣告对义人来讲是非常大的这个惊喜跟肯定。万王之王以外的宣告呢，是对义人很大的肯定。今天我们读到这个经文，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惊喜。我们读到今天的经文呢，我们都很有很大的惊喜。原来万王之王做判断的标准跟价值是什么？我们现在就知道了。原来万王之王作最后的审判的依据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知道了。不是我们在世上所累积的财富，不是我们在世上累积的财富，不是知识，不是知识，名声或地位，不是明星和地位，而是我们面对弱势的人，他们的基本有需求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而是我们面对这个弱势群者，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作出的反应。这些列出来的都是我们生存的基本需求，对不对？列出来的都是我们生存的基本。那个二十世纪的美国一个心理学家叫做 Maslow， 他提出了人类是爱跟归属的这个需求。人呢都要有爱同埋归属嘅需求。我们人呢真的不是孤岛啊，我哋人呢唔系一个孤岛，我们需要跟人的连接，我哋需要同人与人之间嘅连接。所以像我们病了，我们需要人照顾。好似我哋病咗，我哋需要人嘅照顾。我们需要人关心，我哋需要人关心。特别是被关在监牢里的时候，特别系关喺监狱入边，我们可能做错事会被关到监牢里，或者做错事被关喺监仓入边。那是应得的处罚，呢个系应得嘅处罚。但是那不表示我们不需要人家关心。咁样唔系表示我哋唔需要别人嘅关心。有的人是像政治犯，好似有啲系政治犯，被逼迫被关到牢里，被关喺牢入边。他们更需要人的关心，佢哋更需要人嘅关心。所以圣经提出来的这几个需求呢，真的是最基本的。所以圣经提到的需求是最基本的，也是犹太人他在他拉比他们的老师所教导里面每个人都要去做的事情，又是犹太人拉比在文献中所讲到人的最基本的需求。每个人都需要去做这些小小的仁慈的行动，每个人都需要做这些小小的仁慈的行动。我们知道我们的人世间呢有很多的苦难，我们知道人世间有很多苦难，这些苦难 有的时候是人为的，这些苦难有时是人为的，有时候是这个自然的灾害带来的，有时是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就是会有这些苦难，有时候会有剥夺，有些苦难有些是掠夺，剥夺剥夺，这剥夺呢就是比较是社会性的，剥夺呢是比较社会性的，社会上有权有势的人，他们如果自私，他们贪婪，他们就会来剥夺他们旁边的人的权利或者是财产，是有权有势的人他剥夺旁边的人所的财产和生命。所以苦难跟剥夺都会给人带来这个痛苦，苦难和剥夺都会带给人痛苦，没有人可以幸免，基督徒也不行，没人可以幸免，基督徒都不可以幸免。所以耶稣完全知道人间的疾苦，耶稣知道人间的疾苦。我们记得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是不是过很好的生活，还是过很糟糕的生活？我们有没有记得耶稣传道的时候他过的生活是怎样的呢？他吃香喝辣吗？没有。他是不是吃香吃辣？没有。
他呢真是居无定所哈。佢系居无定所。他有说过，他都连那个靠枕头的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佢都讲过，佢连有枕头瞓觉嘅地方都冇。那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他什么？他渴了。佢被钉喺十字架嘅时候，佢讲过渴了。所以我们会经过的痛苦，耶稣都知道。所以我哋经过嘅痛苦，耶稣都知道。但是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喂养饥饿的人。但系佢喺世上嘅时候，佢喂养饥饿嘅人。他医治病人。佢医治病人。他去啊，与那个被人排斥的人做朋友。佢去与被排斥嘅人做朋友。他真的是用行动来教导我们，什么叫做爱神爱人。佢用佢嘅实际行动嚟讲俾我哋听，乜嘢叫做爱神爱人？是要出于纯然的怜悯心，就系要有纯然嘅怜悯心，用那样的爱心来帮助人，用呢啲爱心嚟帮助别人，而且不是只有帮助基督徒，不是只有帮助我这个教会的兄弟姐妹而已，唔单止净系帮助基督徒。同埋出名嘅人，也不是出于说哦，我这个帮助人，我捐这个款呢，我就可以得到名声。唔系话出于我帮助人，我捐呢啲款系想有名声。啊，这个现在年底了，很多大企业他们要捐款哈。到年底啦，好多大企业都要捐款。为什么他们慷慨这么要捐款这么多钱？点解佢哋要咁样？慷慨咁样去捐钱呢？会，因为他们可以减税，或者佢哋系会可以减税。所以也不是出于被迫的，但系又唔系出于被逼嘅。别人都捐，我不捐，我不捐不好意思。虽然没有人强迫你，可是你心里觉得是被强迫的。人哋个个都捐，我唔捐唔系咁好意思。虽然冇人强迫你，但系佢心里都有压力。所以帮助人的时候是。那个心是不求回报的，也不会求纪念的。帮助人的时候不要求有回报和纪念的。所以兄弟姐妹，这一段的经文也在给我们一个好像警告的一个意涵在里面。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好像给我们有一个警告的信息。那如果我们要追随耶稣基督，我们就要跟他站在同一边。如果我哋要跟随耶稣，我哋又要同佢站喺一齐。那么我们一定要去知道他关注的事情是什么。我哋一定要关注耶稣所做嘅每一件事。知道他喜欢人做什么。知道佢喜欢人系做乜嘢。那些事情就是他要我们做的。嗰啲事情就系佢需要我哋去做嘅。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所以我哋要知道我哋自己要做乜嘢。而且主耶稣他曾经应许我们，而且耶稣曾经应许俾我哋，他曾做的事我们都可以做，佢曾经做过嘅事我哋都可以做，而且做得比他更多更大，我哋可以比佢做得更多更大。你知道吗？幸好耶稣没有要求我们要去做成为什么伟大的殉道者，对不对？好彩耶稣冇要求我哋要成为伟大嘅殉道者，或者是要成为演说家，或者成为伟大嘅演说家。他就是说，照你们的能力，照你们的心意，你们愿意去做能做的去做，不管那个事情多么的小。佢只要求我哋按照我哋嘅能力去做，无论嗰件事系几小嘅。其实有时候在我们眼中，我们看到那个事情。真是太小了，太微不足道了。但是在我们的眼中，那件事是很小，是微不足道。给一杯水算什么？给一杯水人家算什么呢？但是在耶稣的眼中，但是在耶稣的眼中，小不是小，小不是真的小，小就是大，小就是大。耶稣要让我们的眼光能够去看重那些卑微的人。耶稣俾我哋系喺我哋眼中可以睇得到最卑微嘅人，把这个最小的事情很认真的对待，将一啲好小嘅事我哋要认真对待。这是他要我们具备的待人接物的生命的态度。佢哋要俾佢系俾我哋要待人接物嘅生命中嘅事情。
那我们基督徒常常会期待，我们基督徒常常都会期待，我见到上帝，我感受到上帝啊，就知道上帝在我身边的时候，那个时刻一定是非常的荣耀，非常的伟大，非常的高光的那个情景。我见到耶稣是很高光，很伟大，是很开心的事情，感觉是很有戏剧效果那样，感觉到有戏剧性的，但戏剧效果的戏剧的效果，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但是耶稣讲给我们听，我们跟上帝对遇的情况不一定只有这样，我们同上帝之间不一定是要这样。当我们心中有爱有怜悯的时候，当我们心中有爱有怜悯的时候，甚至愿意采取行动去帮助人的时候，甚至愿意采取行动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一杯水，一杯水，一陪伴，一个聆听，陪伴一个聆听，去探访，去探访，照顾，照顾，甚至一通电话，甚至是一通电话，一封卡片，一张卡片，做几小时的义工，做几小时的义工，有时候只是一个微笑，有时候是一个微小的有一个笑的笑面，这些时刻都是神跟我们对遇的时刻，这个时刻都是神跟我们沟通的时刻，因为我们说上帝就是爱嘛，对不对？我们因为常常说上帝就是爱，所以当我们心中有爱去做这些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在我们这里了，当我们有这些行动的时候，上帝的爱就与我们同在了。这时候我其实要提醒大家，我们教派的创始人卫斯理牧师，牧师要提醒大家，教会的创始人卫斯理，他特别强调这个恩典的一个得到恩典的方法，他特别强调得到恩典的方法，这个做这个慈善的帮助人的事情就是我们得到恩典的方法之一。我们做这个做这个义工啊，帮助人的事情，就是我们得到恩典的方法。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如果真的是从这个利己的角度来看，从一个利己的角度来讲，帮助人也是帮助我们得到恩典，帮助别人呢，又是帮助自己得到恩典。所以兄弟姐妹，弟兄姐妹，但愿这个感恩节期，但愿这个感恩节期间，还有以后的日子，还有往后的日子，我们都有很多跟神相遇对遇的这个时刻，我们都有跟神相遇的时候，长期以往，以至于在最后审判的时刻来到的时候，以至到最后审判的时刻来到，我们可以被分到王的哪一边？我们被分到王的边边呢？你们要到王的哪一边？你们要到王的边边呢？右边。是了，你就可以被分到王的右边了，得到神的祝福跟肯定了。是了，你就是会得到神，站在神的右边，得到神的赞赏了。所以兄弟姐妹，让我们彼此努力，彼此勉励。弟兄姐妹，俾我哋互相勉励，互相鼓励。阿门，阿门。今天是这个基督是王主日，所以我们要来歌颂我们的基督，我们的王，我们唱这首歌啊，来赞美我们的神。但愿万民都来唱唱赞美救主生命，赞美上帝大君荣耀，颂主恩慈恩慈，耶稣生命能消惊恐，又能解说愁烦，好似妙月进入耳中，使我长见平安。
但愿荣耀颂赞的爱归主直到永远，教会心中天上众生同声齐颂主恩。阿门。而家係奉獻嘅時間，請大家用你哋嘅心去將你嘅奉獻嘅放喺嗰個籮嗰度嚇。兄弟姐妹，让我们同来领受上帝对我们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全能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默祷，闭会。